最近在 YouTube 节目《鉴定师》中分享了自己与队友 Momo 同住宿舍的有趣经历，并也在节目中拜访了女团 Stacy 的新宿舍，并与成员们聊起了宿舍生活。当听到 Stacy 成员们表示搬到新宿舍后获得了更多的自由空间时，并也不禁回忆起了自己与 Momo 同住的宿舍生活。并也透露他们两人的房间是宿舍里最小的，因此为了获得更大的活动空间，两人决定舍弃单人床，共用一张双人床，笑称当时客厅几乎成了衣橱，根本没地方坐沙发，让 Stacy 的成员们深有同感，纷纷表示自己的宿舍也是如此。并也表示虽然宿舍条件简陋，但与 Momo 一起生活的那段时光却非常美好，他们每天晚上都会在床上聊天，分享彼此的心事。如今大家的宿舍都分开了，虽然感到有点失落，但现在回想起和 Momo 同住的那4年，真的让他感到很温暖。